第二章，从单反摄影到手机摄影1+1，手机摄影的新未来。2018年春运时，一部春运题材微电影《三分钟》在朋友圈、微博等各大平台被刷屏。该片由知名导演陈可辛执导，围绕着春运这一民生题材进行了描述，描述了一位列车员在车站与孩子短暂相遇的感人场景。这部短片火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观众被其中家人短暂团聚的一种激动人心的一种情感镜头所打动，第二是整部电影竟然用了手机进行拍摄，这部手机完成的作品质量直逼单反相机和摄像机拍摄的影片的质量，让人们不禁为手机摄影的功能的日益强大而感叹。这部手机摄影作品的成功让许多人认识到，以往传统光学摄影技巧在手机摄影中有的表现的空间。部分技术虽然受到硬件上的限制，但是在具体作品中仍然有艺术上的视觉优势。手机与单反相机相比较，为了提高更便捷，降低门槛，消解了很多功能，但仍然保留了拍摄人文题材大片的可能性。手机无法更换镜头，但自带的镜头在人像摄影和小空间内摄影上表现是非常优越的。同时呢，一张好的照片或一段好的视频，往往需要寻找机会，而瞬间往往无法在等待中去找相机、打开镜头盖，或然后按下快门。而手机，即便是我们一起身处事发地现场，掏出手机完成摄影，仅需几秒钟。这是为我们抓住生活中的美妙时刻提供了一个便利的一个机会。恰到好处的是，美景可遇不可求啊！即便长时间的等待，也难以拍下以下这些照片。换句话说，手机摄影就是为了还原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刻而产生的。我们先是看到美景，想要捕捉到这难忘的瞬间，才会想记录下它们。当我们想与他人分享时，只能将这些脑海中的印象转化为文字后告诉他人，而无法将这些图像具象化。手机摄影往往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为了分享那些感动瞬间，手机摄影才有了存在的一种意义。手机摄影作品的即时分享，有时像是一种心情与所见之物的1+1的行动，就好像拍摄一张下午茶中甜点的照片。这个拍摄过程中，不仅仅是自己运用了多种摄影技巧将这块拍摄出的美感，更包含着拍摄者在当时那种阳光正好、蛋糕香味扑鼻的情景下的一种具体心情。在分享这张照片的瞬间，将自己所享受的时光也一同分享给了观看者。虽然单反摄影能更精准的描述一个画面，也能更准确的反映各种情感，但是手机摄影及时的拍摄、及时的分享的特点，让其作品更贴近观看者的生活。与那些宏伟的摄影大片比起来，这种大片往往能够在生活的往复中堆积起点滴的惊喜，由点滴的涟漪变作一池的
涌泉心动，